欸，我手套不见了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好。Hello， 粉丝团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安。今天经理要介绍的车子，这台车子是经理的好朋友啊，来捧场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那这一台车是酷咖的一代。但影片一开始啊，我在这里哈，强力征求一下，因为我们的最新款的酷咖二代啊，已经开发完成，等待实车的试装哈。所以如果啊，有看到这一则影片的车友们哈，再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公司的酷咖的二代已经开发完成，只有等待装到实车上面，所以啊，这个名额哈是有一个而已哦，有一个而已。所以如果哈车友是有开到酷咖二代最新款的话哈，很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，因为那一台的话是有特别特别优惠的价钱哈 ，KT 已经开发完成。只有插实车安装上去而已，那不论是 1.5 的或者是 2.0 的二代都没关系，都是可以来试装看看的哈。好，那这一台是酷咖的一代，之前哈有在影片中介绍过啊。其实这一台车如果经理开那么多台车友，因为我自己经理有很多的朋友哈都是改开这台车嘛哈。那这台车有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我最欣赏是这台车它的安全性哈。比一般的修理车来得好很多哈。第二个是这一台车的刹车系统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应该是要放在避震器之前改装的项目，因为这一台车的刹车系统，我自己开起来是觉得不太够用哈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强化底盘的话，第一个步骤我反倒会建议啊，先改好刹车，再来改 KT 的避震器。这样的说法其实很奇怪，因为我是在做避震器的，当然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希望大家来消费，对吧？但是其实我比较会建议啦，底盘有每一台车底盘的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哈，需要来做强化的。那这台车我自己觉得最需要加强的部分呢，反倒是刹车的部分哈。那今天经理的朋友其实原来啊已经有加装了几个东西的，譬如说本来有改装的是这个是短弹簧。那在改装短弹簧之后啊，后轮的角度 camber 哇超过了两度，哎，超过了负两度，所以后轮的话经常会有内侧磁胎异常磨耗很凶的状况，所以之前的话就已经有来改装过后面的仰角调整器。那当然啦，今天要设定的车高不论多低的话也都不会磁胎，因为有仰角调整器可以调整的哈。啊，这个是原先有改装的，这个应该 TS 的啦，哈 ，TS 的短弹簧。那车高的话，哇，还蛮低的哦，比原厂的降幅还蛮多的哈。好，那今天要改装的就是 KT 的道路板。那 KT 的道路板弹簧配置的话，前面一样配大圈的弹簧7公斤，后方的话一样是配7公斤。所以这台车的设定啊，一代的酷咖前期。后期哈，比较早期的话，大概在3年前左右，我们前面的弹簧还有配置到8公斤。那后来的话，有再稍微做一个小改款，有在做修正的话，后方的话是前方的话就变成是200长7公斤灯笼状的弹簧。这应该是今年吧哈，今年2、3月左右说那时候改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原厂的前面嘛哈，这个是原厂后面，后方的话。因为啊，它的悬吊系统跟 Focus 的三代很接近，可是后方的锁点啊比较接近Focus 三代的 ST 哦，所以它的阻尼会比一般的 Focus 还要来得硬哦。这个是后方的阻尼筒，回弹的速率好像有点慢哦，有点衰退。这个都是欧系大品牌了哦 ，Formoco 制造的，从之前的 Mazda 5还有。Focus 都是这个欧洲厂代工，但是这个欧洲厂的话，它有在波兰，还有在大陆、中国大陆都有设厂哈。可是我之前的经验的话，马自达五这个品牌的避震器，个人觉得啦，个人哦哈，觉得它的品质不是很好。马自达五的，好啊，酷咖的话倒是没有这样的状况哈。这个大陆做的反倒好像品质还稳定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的是后面的部分，来，这个
后面的哈，它的刹车啊，还有前方的话，都已经有改加纳碟跟来令片摩擦系数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个底盘的刹车系统已经有稍微做强化了哈。那这个是后方的桶身，它的下固定点呢、是在这个地方哈。如果有车友是Focus 的三代的 ST 正 ST 哈 ，ST 的话，它的固定点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 ST 它的避震器比较短，不过三代的话是比较长的。啊，酷卡它的桶身的长度啊，也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，因为它是固定在仰角上方。如果车友们对 VH 很熟悉的话，在 Golf 的五代，的跟六代的底盘，就很跟这个很接近哈。后方的话是在弹簧是在这个地方，上面呢、有一个调整机构，调整机构哈、原厂的上弹簧的橡皮啊是不需要沿用的，因为 KT 就有一个橡皮是在上方的，好，这个是调整机构。但是车高今天设定多高的话我忘记了哈，要问一下师傅。那、这一台车上面 KT 是有附上座的，但镜头拍不太到，在上座的下方哈、有一个旋钮。它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调整后面的软硬度，好，从这个地方。那这台车一样有一个小小的重点，拍得到哈。好，这个地方哈，可以从这里来调整阻尼，从这个地方，一样顺时针就变硬，逆时针是软哈。然后还有什么介绍的哦？仰角调整器，这个是之前今年好像二三月，经理的朋友就已经有改装了，这个是神富哈瑞斯的仰角调整器。那后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好，防倾杆的话还是原厂的，好，好。那后方的大概哦，还有一个小小重点忘记说了哈，这个后面的桶身啊，长短度的话也还蛮重要的哦，因为它是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，所以后方的弹簧啊，预载值是靠这个桶身，所以这个桶身一样不要把它缩得太短了哈，弹簧预载就大概5mm左右，压到就刚刚好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前面的，嘿。前方的话，都是，像这里有一个油管固定架，还有 ABS 感应线，都是跟原厂的固定位置一样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离载串的固定点啊，这些呢都是跟原厂位置一样。比较值得介绍的，虽然之前有拍过酷卡的影片啊，那今年现在是2020年的8月哈，那我们有把这一条弹簧。大概今年应该二三月左右改款吧，把这个弹簧一样改成一个灯笼状的弹簧，那它的上下作动的行程啊，会比同样规格长度、同样公斤数的规格的弹簧啊，它的行程会多出35%，而且像这样弹簧的形式哈，它作动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直卷弹簧，它作动就是直上直下，可是这个灯笼状的弹簧，它有一部分在压缩回弹时候的力道啊。会往两旁释放，所以乘坐起来的感觉就会比较舒服，最适合像这样修理车，因为修理车我们一般，会虽然会有时候偶尔会热起来，可是有时候也会承载家里面的乘客嘛，所以舒适度的话就很重要哦，所以这条弹簧是跟这样修理车算是很完美的搭配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上方的零件，这台车比较麻烦的地方是，它上座的话是做一个密封式的结构。好，所以要拆装避震器的话，这个挡板的零件、前挡玻璃下方这个零件呢，还有这个雨刷连杆的马达之类的哈，这些都要拆掉，才有办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结构。那调整阻尼的话，这个就要稍微掀开才调整得到，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好，所以这个调整阻尼是从这个地方，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好，那 KT 的用料哈，一样是来 IP 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然后日本 NOK 的油封 ，KT 的用料都相当不错。那我们在台湾的北、中、南都有经销的据点，有店家可以来帮车友们来安装。那如果啦，车友们有想要先了解看看，或者是试乘看看 KT 的产品的话，都很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，我们都会为大家来做安排哈。那以上是今天酷卡一代的安装直播分享，谢谢车友们，拜拜。